Hello， 大家好，同样 Des 今天介绍一下这个松雕，一样从面板来看哈、哦，这个松雕是属于白鹰的这个潜水艇。好，白鹰的象征就是它的氧气量会比较高，但是一般装填会比较低。那对比这个铁血的来说，铁血一般来说氧气量都比较低，但装填会比较高。那两者之间的雷击其实没有差太多。那不过在生存耐久上面呢，白鹰的潜水艇其实是在生存力上面都比这个铁血的好一点。然后装备效率上面，这边130对125。好，其实在效率上面其实也赢了一点点。那对比比较近期的这个达文西来说，其实也不相上下。好，达文西就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形态。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雕的这些技能。好，首先我们看一技能，一技能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效果，只要是从这个松雕身上发出来的鱼雷，不管是全弹发射也好，或是鱼雷底座也好，只要从它身上发出来的这个鱼雷，都会触发两个效果。好，第一个是减速。好，第二个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增伤 30%， 但是这个是抽选，然后这个效果呢，其实它内建都是10秒的 CD， 一次鱼雷命中之后呢，它就去抽选，然后呢抽到的话呢，就会进入10秒 CD， 所以后面再怎么打鱼雷都不会获得减速或是增伤的效果。那这边可以看到说减速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头上都会有一个减速的 mark， 一个黑球嘛，那这个是有 30% 的这个减速率，一样是 10% CD， 那一旦这个减速的敌人被第二发的鱼雷打到之后呢，有机会就会触发他的这个特殊弹幕。他这个特殊弹幕其实威力其实蛮少的啦，40×6的这个弹幕也是有10秒的 CD。那一样，这个抽选 50% 会有这个 10秒间的这个额外 30% 增伤呢，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像是射击的一个标志，有 mark， 那表示说这个角色已经被松雕增伤30%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敌人他可以有缓速兼这个增伤的这个效果，也有说只有缓速而没有增伤的效果，因为他这个抽选失败的话就是进入10秒 CD， 主要是增伤这一 part 了。那缓速是基本上是一定会缓的，所以10秒内他缓4秒，然后10秒内他有 50% 几率会增伤，这个是他这个技能的这个 CD 效果。好，接着我们看二技能。二技能其实大概分三个部分，首先自己的这个支援范围加一，好，就是狩猎范围嘛。好，第二个部分就是自己一样，自己的这个鱼雷暴击率增加这个 15%， 然后有对这个轻甲的敌人增伤 10%， 好，这个是自我强化的部分。好，暴击率加 15%， 然后对轻甲增伤 10%。 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自己如果是这个潜水舰的这个旗舰，然后他额外的所有这个猫砂级的这个角色呢，都会获得这个雷装还有命中的这个效果。简单的说就是绑这个三鱼的效果啦，他自己是这个旗舰，然后其他是这个白鹰的潜水艇的话，会额外再加这个雷击跟命中的效果，其实算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技能。好，再来看那个他这个特殊弹幕哦，这个战斗开始会发射这个特殊弹幕，就是他进场的时候会发出这个特殊弹幕。有些人是离场，他是进场会发射。那我前面也讲到说，所有他身上发射的鱼雷都会触发一技能，好，缓速四秒，还有额外抽选增伤的这个效果。那他们这个增伤啊，还有缓速都是10秒的 CD， 所以一次命中之后，在陆续命中的过程中不会刷新时间，这个要前面要补充的。所以你缓速不会一直缓下去，只有前四秒会缓速，然后增伤呢，就是在10秒内的这个增伤还会额外再追上去。那如果第一次鱼雷命中没有抽到的话呢，你就要再等下一波的这个鱼雷，好，10秒后的鱼雷才会再做额外的这个抽选。所以要么就是说你的这个鱼雷弹数要够多，或者说轮转率要够快，好，两波三波的鱼雷去抽这个增伤的效果。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们这个共 CD 啊，就是说单一敌人只能抽选一次，所以你有复数敌人的话，每个敌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机会，所以三个敌人有三种敌人的这个增伤还有缓速的这个效果，哦，依照命中的这个顺序不同，所以也就是说场上的这个敌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抽选机会，但是第一颗鱼雷命中之后有没有抽到增伤就是要等4秒了，那缓速这基本上一定会缓4秒的啦。好的，那最后在聊这个结论之前呢，我们现在聊聊一下这个三鱼的这个部分。前面我们知道有这个三 U 嘛，哦，铁血这个潜水艇部队，其实三 U 狼群的这个效果其实很好，哦，主要是他们狼群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雷击效率，然后呢还有这个 U96 的这个爆伤还有命中效果，其实使得这个三 U 在潜水艇里面
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天花板。那鱼系列呢，像大青花鱼、盆水鱼还有松雕也赶上了这个趋势。原本盆水鱼 就有加这个整体潜水艇的这个暴击，好，还有这个雷击命中的这个效率。然后呢，现在松雕也加了这个雷击命中的这个效率，所以我们这边绿字显现出来的就是三鱼加起来的这个雷击效率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已经追平了这个所谓的铁血部队。然后尤其是他们自身鱼系列的，哦，都是氧气非常的充足，所以更有效率去打出三轮的这个鱼雷效果。所以目前来说，三 U 已经是很好用的。那现在后面新时代的这个三鱼也是赶上了这个趋势，而且在这个氧气充足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水底下的这个生存力又会大幅提升。那一般来说，这个我们的装备，哦，你要打三轮的话，配氧气管用这个磁雷可以打出三轮。那你要打爆发的话呢，一般配我们的这个彼得鱼雷，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彩棒，好，因为本身的氧气量够足，所以可以打出两轮的这个效率。所以理论上现在这个白鹰的这个三鱼啊，算是一个蛮新的潜艇天花板。好，最后讲结论部分呢，首先这个松雕基本上是三鱼的核心，好，你如果要组三鱼这个潜水艇的话，一定要带松雕。不仅呢加很多的这个 buff， 然后还有这个特殊的减速效果，好，帮助整体三鱼的鱼雷命中率，这是所有这个历届的潜水艇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减速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用的。好，第二部分就是白鹰的潜水艇啊，整体生存能力是非常好的，因为有比较长的潜航时间，然后有比较高的血量，所以未来在推高难度海域的时候，尤其15章在这个拓荒的过程中，你要到中支援的时候，可以更保证他们的生存，保证他们的血线，可以帮助你推更远的这个路程。目前未来的趋势可能就会走所谓的这个三鱼的推关系列。那如果说真的要打爆发的话，可能你再去选三 U， 好，或者说原本这个三鱼打爆发也是有另外一套装备可以去做的啦。你用彼得鱼雷可以打爆发，那你要长时间的话，就氧气管再加这个磁性鱼雷，可以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潜航力。好，所以三鱼目前说变化的这个自由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体的这个上手度也很好，然后自由度、生存力都很好。未来的这个走势应该是你组三鱼的这个潜水艇会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推图效果。好了，以上是这个松雕的这个介绍，希望能帮助你。我是草莓牛，我们下次见啦，拜拜。